当然最重要就是医疗的照顾，这个跟整个环境是有关系的。那马祖因为整个市场的关系啊，那我们没有办法，比如跟台大啊、跟医学中心啊，就是相提并论。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医疗做的是很完善，然后跟紧急医疗结合起来。那都是从教学医院回来，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医疗环境，当然跟教学医院会有一点落差，但是我们医院环境是不错的。像我们现在医疗大楼，那两栋医疗大楼都是在我手上建起来的，整个环境是不错的。像整个该有的设备，我们当然都可以提供啊。那有一些都还有啊，像那个我们高阶的那个收纳应该是可以做，设备也有，机器还在摸索，还在摸索，对。所以说这个我们该有的设备都有，但是从医学正常现象，毕竟马祖的医疗市场没有那么大，那我们不可能去投资一个像医学中心这样子的一个环境。但是我们的目标要提供民众，就是尽量提供民众一个最好的医疗照顾，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。其实我总是跟大家讲，就是当然我想大家当初啊能够参与这个医保，就是有那份热忱回来照顾乡民。事实上，我们在这边照顾的病人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啊。当然，我们都是以视病友情的态度啊，就是照顾我们的病患，希望给他最好的照顾。然后结合我们整个医疗照顾体系，包括公共卫生、包括紧急医疗后送系统，比如跟其他医学中心合作，让民众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，是对大家的。是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视。那我其实，在主管会也不断的跟局长讲到，要非常重视我们每一个公费生回来，他们回来都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力量。然后我们希望说能够协助大家，就是发挥大家所学，然后发挥专长，给民众最好的医疗照顾。那地方的医疗跟医学里面有一个落差是必然的啊，这是必然。但是我真的感觉到就是。在地方，我们所学真的可以发挥很大的效益。其实你在医学中心，在台北，其实多我们一个医师，少我们一个医师是没有什么差别。但是地方少我们一个医师就会差很多了，啊、哦，差很多了。因为每个人他的专长真的是可以为我们民众啊做很多的服务。像方宇啊，是副长的，在台东农友啊，就是春运回来啊，就是你看就让。我想我们妇女朋友妇女权益就给他一个很安定的一个力量，他就很安心啊。我们有一个龙总回来的妇产科医生，当然有时候我们各位回来就是我们地区最优秀的青年，有时候对自己都有抱有一个很大的期望，我们对自己的追求啊，就是其实人生的学习是无止境的，永远是拉爬下去，而且学库还没有，那时候都叫20个阿丁哥在外面就是排队输血，然后我们就肚子打开先急救的。可是那时候年轻啊，胆子也大，就方女士副长可能很知道，我们肚子打开把那个透明给一夹住，大家就流血就安心，至少我们就是可以把病人的命救回来。所以当初的医疗状况是这样子，像你们也是要有这种抱负啊，跟使命感，去改变马祖，让马祖这个医疗更好。你们是有能力的，我相信你们都做得到，真的非常欢迎大家。是局里面协助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就跟科长跟局长学习，是的是。然后每个礼拜去医院去那个熟悉一下药局，然后药局是。我想行政工作是很重要，行政工作是临床。你在这个实验室，在实验室做临床。其实我们实验室，因为实验室的进步也是很快啊。那在医院，在急诊，哦，急诊嘛，对年轻的这个来说，我以前我记得我在应征的时候，在台湾，如果没有事情，我就躲在急诊，就是你。目前是。是是。还可以。是是。你们家有一起来。是。
你起来吗？老婆，你结婚了？他老婆也是护理师背景。哦，是，那欢迎他回来啊！我们很缺护理师啊。对啊，他现在在哪一个医院？他现在准备，他应该算是现在到卫生局那边，就是做社会科。他有应征我们社会科，已经回来麻省了。好，非常欢迎。就本来是欢迎刚回来几天呢？还习惯吗？在适应要要习惯啊，就是一定啊，特别就是医师这个部分嘛，回来会感觉会落差很多，而且是责任变重了，因为在医学中心啊，都是一个 team 嘛，周边的资源会比较多。但是回来，我记得我回来刚回来麻省的时候，很不习惯，就是说，你看就以接生来说，以前我们在厂房接生觉得很好玩，因为周边很多人啊，那时候很有经验，上面还有卫生人，还有主治医师一边了、啊。但是我后来一接生，左看右看，只剩下你一个人了，还有一个这个 nurse 啊，在等我们的 order， 哇，这哦，就这样子是没问题的，哦，不管是产科、妇科啊，对，如果妇科的手术的话，妇科手术 ，ATH 可以做吗？不行。ATH 就是。你当然在这边，我们也是为了病人嘛，对。那你在台中荣总应该都有做。嗯，助手，因为荣总控刀比较慢。哦，对呀、啊，那你就西亚过的都做啊，其实你做过西亚没有？做西亚，欢迎你回来啊！啊，要加油对。哎，还有一本书吧，来。书，黄款。对，黄款书。志俊，来，沈昌，欢迎你回来。志俊，加油啊！谢谢，加油啊！这个马祖是一个好地方，我现在都对马祖充满了信心了，大家都以马祖为荣，大家一起来努力啊！那来上。